丰盈、本土、文化、历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 调频。阿芬啊，你嘛较好心嘞，规工电话用甲叽叽叫，小气啊啦！哦妈，你少处了，我是在上网啦。你上什么网啊？哦，莫怪恁大兄电脑真规暝拢唔困，唔知在变什么五四三。妈，没问题，每周六下午两点，只要准时打开 FM97.3 收听电脑五四三，你就会知道我在变什么五四三咯。咱家是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咱家节目是电脑五四三，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在听音乐，还是说在看影片，不管你是有关于这种影音的节目，还是这个档案，在播放的时候，咱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讲，那影片有可能有这个字幕的问题嘛？哦，那歌曲听歌听音乐，有这个歌词的问题。好、哦，在这个电脑内底，还是在手机内底，这个歌词还是电脑？歌词啊，还是这个字幕了哈？那个影片的字幕了哈？这两个东西在以前都差不多是制作这个影片的人他都会自己的处理把它上字幕再下去上传然后反正就是所谓的发布啦发布以后我们看的人就比较方便有歌词还是说有这个字幕但是有一点咱这个加影音大部分咱是透过的平台是跨平台的也是跨国家跨语言在这个有这个语言上面的问题就是刚刚这个片这个片不管你哪一个国家做的伊嘛希望讲以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拢会用轻易的可以知道这一个影片里头因为叙述的物件，现在字幕用当地的字幕歌词当然就不一定了至少原创的这一个公司他的歌词一定就会有嘛那各地各个国家啊。去个翻唱去个在制作这条歌的时阵，这个歌词嘛，经过改编过也要适合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它在播放能够有另外的这种歌词的显示那在以前来讲这个代志是足复杂的你要全国甲全世界的国家会有问题，安怎讲呢？你刚才在做影片人，伊就足忝哩吼。伊在做同款一支影片，你要讲有比较长，比较可能有一些国家会来看这个影片的通常你现在十个国家、十个语言，那是足正常的代志。但是你要来做的时阵，你创作者吼，伊就足麻烦啦。第一个啦，翻译的问题要找谁？现在都上面都要钱呢，再刷下去，但是很大条，很高工的呢，像这些，自从有一些电脑软体出现以后，自从有一些平台出现以后，我们就说的YouTube，像这些东西出现以后，这些东西变很简单的你这边去烦恼这個，你就交给谁呢？你就交给这些平台，
或者你交给一些程式，由程式来自动帮你处理这些东西。好，啊，咱今日别讲有管家的问题。好，那你看 YouTube 的时阵，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个纪录片然后啦，什么影片然后哈，啊，通常啊，那以前的歌词，以前的些字幕东西直接啊，做在影片上面的，意思是说它是跟影片是档案是连在一起的，你要拿掉字幕不可能，因为它是直接在影片上面，在编码的时候把这个整个画面把文字啊，当作图形这样把它直接啊，把它做到这个影片里头。但是现在比较常用的做法，都不是这样啊，因为你如果做这样来说，那如果说到不同语言，你就要做不同的影音档。啊，咱现在是利用网络顶头的这些一些字幕歌词啊，这些处理的这个平台啊，你只要给他一种，给他一种语言就好，而且这个语言给他这个这种语言的字幕啦或歌词哈，你不需要说制作的时阵、后置的时阵，阮只字幕拢个放起去，无必要，你分别的摆放哈。啊，怎么摆放呢？咱以 YouTube 来讲哈。你的影片跟你的字幕是分开的，这个字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字幕来说，那是以前的概念，这个字幕是要听打，所以说，一些做多媒体档案，做多媒体制作的制作公司，还是电视台，都一个行业在里面，对，听打，打字幕啦。哦，我记早期的时候，我伫电视台工作的时阵，啊，因为咱迄个电视台拢讲台语的啦，一个，比如讲，有一个谈话性节目，有主持人，个来宾，伊伫讲话的时阵，当然讲话拢讲台语嘛，即摆录起来，录起来是无字幕的啦，无字幕的咯，即时，那是讲即时，按照即时播出，无字幕，即摆播出以后，迄个影片啊，都爱搁搞后置，要做啥呢？要重播要用诶，啊是做咱家己诶即个片库内底吼，要收藏诶物件。啊，通常那个片子吼，你若即个档案搞过来，搞来咱这个后置的部门啊，你都爱做啥呢？听打就是一个要很厉害啊，输入中文很厉害的人啊，通常啊都是很多都是仓颉的，仓颉才有办法很快的。你用注音啊，用这些波波摸波、偷偷摸摸哦，这个速度哦，大概一分钟啊，能够到50个字，嘿，都是。就无简单啦，简单讲来讲，一秒吼，一秒不到，你要输入一个字啊，吼，一分钟60秒嘛，输入50个字，那注音来讲吼，顶天翻人，所以讲，这个输入字幕变成都爱用啥呢？真侪拢用仓颉啦，无就讲用。像迄个真侪，啊，佮有一寡像迄、那个，有一个输入法可能啊，即马伫用 PC 的人吼，有可能啊知影，啊用即个手机人可能唔知啦，叫做啥？叫做无虾米，啊，这电脑用久的人，我想你拢听过啊，即、这个号称是速度最快的一种输入法，输入中文哦的一种方法。啊，其他的人大部分呢、啊，我在我周围朋友，来讲，伊有去练，也用这个仓颉输入，
啊，真侪人啊，搁用注音哦。啊，有手机以后吼，啊，真侪人都用语音输入法哦，啊，冇用手写啊，手写那不用讲了，或那是超慢的哦。啊，语音输入啊还不错啦，因为现在的手机的语音辨识啊，哦，这个部分其实做了足好诶，吼，哦，甲以前电脑无同款哦，哦，以前电脑要做语音输入法，你还要教他呢。Microsoft 的本身语音输入啊，你要教他。你若讲咱这个台湾国语啊，是啥诶吼？伊无用听有呢。啊！伊听到又给你拍唔到，出力出唔到，你都爱去改。好，啊，当然它有一个学习功能呐。哦，啊，你讲什么伊拢听有，但是需要有学习有矫正。哦，越用越久是越准确。啊，手机来讲吼，因为手机以这个有关于语音的部分做了实在开始后啊，包括它的这种辨识哦。也很强，所以说他的这个输入的错误啦齁，错误变得比较简单齁，这个错误来讲齁，他多半都可以用这种人工智慧去把它修正齁，他因为他里头有大量的这种词库齁，你打什么字，一根据这个字不是一个字嘛齁，是一个词齁，几个字构成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智慧的判断齁，让这个错误最少。齁，啊，接着使用语音。齁，啊，那句话讲了很问题齁。咱重点要讲的就是这个输入法齁。咱都要讲你要字幕啦齁，你要打字。你要做这个工作齁。你的输入法不管你用什么输入法啦齁，你只要大概一分钟有超过100个字，你这个本话你再旁也起来。啊，你若没那么紧齁，你给我登去练的我发多，而且那个错误要很低齁，这就很讨论在无啦齁，一点东西啊你。啊，所以真的是一个苦差事，啊嘛是无法度啊，齁，一个影片你朱其林讲的话，你一边听，你一边要打呢。哦，啊，那较紧的拢免阁多加教上来。哦，啊，阁加听一遍，迄种趁无食啦，迄速度上慢，拢来噼里啪啦，我你看迄个拍字吼，迄有够紧啦。伊讲一句出来，伊嘛迄句同款就甲伊拍出来。啊，拍出来当然，因为有一个特别啦，因为我不，迄个有朱其贵就是。工作然后这个部门然后啊，所以讲因像伫输入这吼，啊，唔对了唔对，不要紧啊，伊转来再过来教稿的时阵，再过来修正啊，那时间就是金钱哦，因为你无紧重出来，等下人要重播的时阵，你无看咱即马电视，其实咱即马电视已经无同款了哦，你卖重播伊有字幕啊，好，伊 live 的时阵伊就肯定有字幕出来啊，好。啊，这讲起来就不简单了吼。好，啊，不管怎话，这个听打啊，后字把字幕加上去，这是非常繁琐的事情。哦，咱就嘛讲等来，今嘛咱来几家电脑，咱有一挂影片吼啊，比如讲谈话性节目啦，还是讲什么一挂报道吼，一挂新知啊，吼，不管怎话吼，一来对，只要有这种。台词齁，哦，就是讲来的一个这个影片里头的字幕啦齁，哦。你只要需要有那种字幕的时候现在做法都在以前齁，完全不敢换去啊。第一类几乎这个都不是用人在听的齁，以目前来讲现在很多人在都用的那样。怎么说呢，你一个影片给他他不要去听了，他根本不需要听，怎样呢？他就套在那个软体上面哈，按，你直接宣告哦，你要先去定义啊，要跟电脑上面做一些设定，你要告诉他说，
他现在要讲的语言是哪一国的语言，然后一直讲日本，还是讲韩文，还是讲英文？我阿哥给你分哦，因为这英文人要有这些口音的问题，我给你分美国的英文呢、啊，还是Singlish， 新加坡是英文的话，用澳大利亚、英国是英文，哎，拢有一点出入啦，吼、哦。啊，过一寡，较水国家啦，吼，也较罕见的这一种国家，吼、哦，那些语言，他都能接受。他怎么接受呢？他不是用听的啦，他直接把影片，你给他的影片哦。你要 MP3 也可以啊，你要用 MP4 也可以，哦，哎、啊，把影片摆进去啊，指向那个影片，比如说到点到就指向说，哦，它在哪一个硬碟、哪一个资料夹里头。好啊，它的语言是用什么语言啊？你要跟它设定好。好啊，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输出，你输出的语言要什么呢？你要跟它定义。譬如说原来那个影片的语言是华文啊，华文啊，你输出的时阵啊，那美国啊，伊就可能讲我要输出英文哦，啊，那咱台湾人那个我要输出华文，那、哦、我而且我还规定我要我们的那种正体华文哦，不是那个对岸的一关的，一关残体华文，一种影片设定哦，啊设定。完一凹，这个影片、哦、也摆好位置了，然后按一个开始叫做什么呢？叫做他帮你把里头影片里头所讲的话全部把它听进来辨识，然后再把它翻译成你要的语言，然后产生一个语言档、哦、啊，这个语言档是什么档呢？当然它有的通常都会有产生两个档，一个叫做文字档，哦，纯文字档啊，等于讲一定头那一句，伊就甲你有一句出来，吼、哦。啊，另外一个叫做啥？有 time code， 哦，咱叫做啥？叫时间嘛，哦，有 time code 这种档案。啊，这五三不相关呢，它上面还会给你标注。欸、影片开始的第几分钟第几秒、哦啊、到小数点下、欸、就用百分之一 哦， 哦、啊、那影片的时阵、哦、我也是用二十九了、哦、就也就是29.97了或者30、哦、一秒钟了、哦啊、把你切割成这样子、欸、你这一句话、哦欸、在这影片是哪个位置出现这句话，他连这个时间点全部把你抓出来，产生另外一个档啊，这个我们一般叫做，有 time code 的这类、個、歌词档啊，或啦，或还是讲这类、個、电脑口白哈，下来字幕档啊，通常目前比较多了哈，大概就是所谓的 SRT 哈 ，SRT。的档案、哦啊、一般的文字档就 text txt 这种档案、啊、这种程式的好处是怎样呢？它可以帮你辨识，不但辨识还可以帮你翻译，帮你翻译、哦啊、翻译你要的语言、哦、啊，这样有多简单不、哦、而且它的速度咱拄啊讲诶，拍字诶速度，你一分钟爱有100字，才有法度旁诶分换。伊这不是一分钟100个字，迄互你会惊死。好、哦，速度实在有够紧、欸。通常啦、啊欸，像一部电影的字幕，吼、哦，迄、欸、那就是工程浩大的吧？一部电影上对有90分钟诶。啊，哪一路长片的，有一路两点钟以上的，80分以上的，会看了一半，还过来休困几分钟一款电影。不管你是偌长的电影，啊，比如讲你90分的电影，啊，你若用听打，你若我要改同步，假设，你改同步的时阵，你嘛是问头壳尾，嘛爱90分，你才能够做出来，而且做出来不一定准确呢，好、哦，还要再去修正。啊，那利用人工体来处理的时阵呢、哦，
哎，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我处理过、哦、或者是那你就政论节目的恭维了齁，啊来电卖公的台语就好，台语一听无呢，这爱加强，这咱一寡国内的一些这资讯产业齁，你若发展这个弄的时阵，要把台语也纳入了齁。简单讲就是讲，你后边你提手机啊，你要输入的时候，你讲台语嘛会通就对了齁。啊，像这情形，你那是用的啊，重起来时阵，那个关于什么语言？哦，像咱都要讲的九十分钟的电影啊，它需要多少时间把你的字幕全部弄出来呢？还把那个档案全部弄好呢？那教练讲吼，教练讲一比一来讲，你马上要九十分钟，啊，就点半前顾得着。啊，那是九十分的这个影片，我是捌重过了吼、哦，回去听呵呵英文的，啊，出来回做中文的，哦，直接哦，哦，阿毛伊就你用什么文，阿伊就给你出什么文的字幕，迄个较紧，哦，哎，个无翻译的问题，哦，啊，通常这样也不见得不好了，因为有时候伊即嘛听到的物件吼，你来有直接有出来吼。诶，辨识率足高呢，用九十几趴。啊，那翻译直接翻译迄度落来啊，迄度翻译啊不得不切哦。经过讲，九十分钟以偌侪时间呢？我捌拄着九十分钟，他在两分多钟啊，不到180秒，他就把你完成了。啊，看我进攻，啊，这是用这个 AI 哦，一定要这个说。声音辨识、哦啊、而且是多国语言的、哦啊、通常这种软体、哦大部分、啊哦、大部分它有个云端在后面 support、哦、在支持、哦、啊，不然你这个语言你这弄体我也后边这个所谓的 library、哦、这个字典、哦、这个文字的字典还有声音字典会非常的大、啊、像这些软体、哦、多半都是要在 online、哦、就是在上网的时候，电脑你要有上网、啊、已经连到网络上，它利用云端、哦、来帮忙你、哦啊、就可以完成这么浩大的工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完成哦、啊，完成以后，那个档案出来，当然，你嘛是爱去检查一下啦，吼、哦。有当时啊，你电脑咪讲，你讲啥伊拢听有啦。有当时啊，呼喊嘛嘛吼，会听到有人家听唔到，哦，阿姨嘛个输出不一样，啊、哦、的文字出来，啊，这种一般呢、啊、都是要校稿，哈、哦，啊，这总是比咱家己听，就会产生这些档案。还要快，还要精确嘛，哈、哦，重视嘛是爱做一寡修正，哈、哦，啊，这就是目前啊，目前都用这种软体在处理，啊，这两个其实哦，我的用的在像在有关的与这种语音啊、分析啦、啊、翻译的哈，这两个哦，我用流量编辑呢，因为啥，伊是属于云端服务的软体。好、哦，虽然讲你嘛是爱去安装，但安装完以后，他在作业的过程，他还是跟云端在做资料交换。啊，这种在讲的用免急哦，哦，啊，那是讲爱急，我也嘛要的不多。啊，你也想讲，阿姨到底是安怎？安尼，交互康，阿姨没打来，无紧。然后他后面有这个广告在 support。通常用这些广告，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哦，你要可能要接受他的广告哦。啊，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就用。啊，不能接受，当然他有付费版啊。那这一部分呢、啊，就是所谓的这种语音啊，语音的辨识。它会帮你产生字幕，好、哦，啊，至于后段的这种翻译呢，翻译现在 Google 想用 Google 的翻译的功能呢、啊，好、哦，现在是就厉害，哦，像有时候我们会分两段，一段取得到它的原始，哦、原始语言的
字幕出来，啊，再把这些字幕再用 Google 的 Translate 哦，叫做 Google 翻译，哦，然后去把它翻译成我们要的语言，哦，啊，当然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说，哎，啊 ，Google 翻译，哎，好像不是很好用嘞，还要自己看你要用不要用啊。Google 翻译它有一个文字的限定，从六规律的，好，哦，翻译是要有几个字才能够，把整页翻译起来，哦，通常你要去分段，因为太大嘛，当然有时候像一个电影两个钟头，那里头的字幕看我追工，像这种情况，哦，有时候，你要从这直接从这种翻译功能，哦，Google Translate，这种翻译功能的话，你可能没办法接受，按照功能，他没有办法一次把你全部翻译好。啊，当然，你有什么问题，拢有解啦，吼，哦，啊，以我来讲，我是安怎做呢？我直接从网络上面就可以翻译了。啊，当然，本来 Google 翻译嘛是问网络，啊，我所谓的网络就是说我用网页的模式，哦，那是要用过这个功能的人，你可能有知我在讲啥。用网页的模式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文章的长短字数的限制了，它是等于把你的网页整个就帮你做翻译啊，哦，所以你话等于叫翻译不够啊，哦，啊，当然这个跟我们刚说的这种用，Google Translate 这种翻译的方式，它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哦，但是它功能就出来了。哦，你就变那麻烦，讲我一个档案出来，要个切的几段，啊，照我都个完成，它是一气呵成，哦，啊，这是一个未歹方法的。我的朋友呢，可能你们做过这个翻译哈，还有长篇文章，或者很长很长的这种字幕需要翻译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用网页翻译的模式就可以。而且 Google 的翻译的模式，它可以用，去一些设定，哦，来源的语言，哦，自动它会帮你去侦测，哦，这语言是哪一个国家。因为开始有时候我们拿到了这种，文字档，哦，你不一定看得懂，你拿到阿拉伯文看你看有无，我不太相信的，哦，除非你是有去读这个阿拉伯文，啊，我你若讲我去看到迄个泰文啊，啥物，也嘛真侪人看无咧，吼，哦，啊，像这无要紧哦，你根本不晓得他在讲什么语言，你也没有用它自动侦测，咱手机顶头都有啊，咱手机顶头是翻译，吼，哦，为人。电脑顶头就一定有啦，吼，啊，手机顶头有人买去用，哦，尤其即马即个咱即个作业系统顶头，即安卓啊，或者是即个 iOS 顶头，因即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些软体，哦，差不多拢提招 Google 的即个资料库嘛，哦，上面呢，它所谓的自动侦测语言，它就可以。他就知道是哪种语言，哦，啊，会出题的吼，机会不大，吼，哦，啊，你只要告诉他说你要什么语言，最后你要得到什么语言，啊，你要拿到那种正体的中文，他就把你整篇把你转过来，啊，有时候咱买用上，就我这里繁体中文呐，中国语你用的。看了就改有人用啊，我讲我做正体中文，嘛有啊，这也叫做翻译啊，所以人拢赶快去华语，赶快不同的字，好，哦，伊嘛赶快用个翻译，好，哦，啊，所以真的那翻译功能是真的不错，哦，啊，如果你能够把它结合起来时阵吼，你单独啊讲的就开始你讲的这个翻，这个字幕的制作，这个较复杂的物件。变足简单嘞，不但简单呐，哦，啊个也即个正确率哦，足高嘞。好，休困一下，较等下再继续。大家好，我是林家良，
你现在收听的是上有人情味的特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阿公，那我们要跟公司的同事聚餐哦。聚餐？要去到聚餐呢？我们去天香回味吃养生的火锅。吃火锅？哦，这么热烧热，吃火锅伤瘦啦。一点啊都未瘦，人的心机有在讲哦。天香回味养生火锅是用68种中草药植物，利用黄金的比例，经过72点钟，安尼慢慢啊控，慢慢啊控，迄汤头是偌尼赞嘞，拢唔免温料，热天食嘛偌好嘞。一回坐我去食。好，无问题。天香回味养生火锅，台北市南京东路一段36号2楼，25117275，25117275。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这严重哦。对啊，那你好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打完第三剂 COVID-19 疫苗哦。注意苗前爱食好饱、困好饱，确定身体状况真好。长辈爱护厝的人，就是照顾的人去陪同。注好疫苗，爱在要现场热份观察至少15分钟。等你出来了后，继续要注意个身体状况，爱多热份加啉水。我是陈小芳，请大家跟我做伙来注意疫苗。提升保护力，有政府唔免惊。以上广告由新青衣家己关注提供。大家好，我是音乐创作人詹雅文。每一首音乐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音乐是创作人的心血结晶。取得 Muster 的授权，并合法播放音乐，创作人的权益由您我一起来守护。好音乐丰富您我的生活。啊！台风要来嘞！刚才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阮拢是伫遮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就是点赞的赞。咱这是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电脑543的节目。今天咱伫讲一寡即多媒体档案哦，也是歌曲也好，还是讲影音啦、电影啦、什么纪录片哦，顶头用到这个字幕的时阵，以前咱安怎做，今嘛咱安怎做哦，今嘛咱起来有够简单哦，很轻易的就可以把一个影片里头的声音哦，经过电脑的辨识、语音辨识，把它产生了字幕，又产生了以前为人。像这个要做这个声音同步的时阵，唔好讲咱顶头荧幕伫讲啥，咱字幕出来唔是遐个哩，未使呢。这都是所谓的这种叫做 time code 就是声音同步的要求。这些电脑都可以处理的，不但可以处理的吼，手机也有啊，手机你即马你播放器加做这个软体，拢是安尼。他播放什么音乐，同时啊他上网就去找这条音乐，他知道嘛齁、然后他根据这个 code 啊去找出网络上存在的歌词，而且还是有 time code 齁、意思是说齁、声音跟文字同步，歌词啊没落去，然后啊影片的里面的那个这个字幕啦齁、跟顶头是一致同步的哦，像那种讲话节目最清楚的嘛，一讲啥啊，你出来字幕呢，唔对，一下都用两包啊，就拍看。
这种主动的呀。好，阿兰都啊，节目进行，咱是讲安怎去参行者的，这个语音同，这个字幕同步了哈，啊，语音辨识啊，哦，啊，这样的问题。啊，即马耍咧，咱都要讲啥呢？既然咱对影片啊，或者是这些声音已经有了一个相对的这种叫做字幕版哈、哦，或者是就是歌词版，而且都有同步的这种资料出来了。啊，耍咧咱免啊去用，好、哦、啊，一般为人就讲啊，我用咧。经过后置，把这些文字啊，哈、哦，把这些文字摆在影片里头，然后呢，再重置，也就是说做后置的动作，把那个影片上面加入这个字幕。啊，有人是想讲，我卡拉 OK 哦，有人是啊，这字幕嘛要做较水的啊，什么嘛功能较强的啊，譬如讲。我伫照的时阵，字幕伫照的时阵，一般拢是颜色的改变，哦，出来阿未唱是啥物色，唱过就变啥物色，而且后边这后边个有在看过爱做呢，吼、哦，啊那是以卡拉 OK 的这种影片的话，这种字幕制作，有足侪两类型的做啦，吼、哦，拢差不多是所谓的用。它内部的既有功能哦，阿伯的是有这些所谓的 plug in， 就是一些插件啊、哦，去完成它。哎，包括目前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像 Premiere 哈、哦，这些 Adobe 的这些影片后制软体哈，还有像一些它属于业余的家哈、哦，这些绘声绘影啊，或者威力导演然后。哦啊，甚至像迄个 Microsoft 的本身应该的一挂影片制作软体，包括最早期的那种 Movie Maker， 都有呢，哦，都可以去做后面的处理，把字幕上到都、就是咱我靠看到这种卡拉 OK 片的那种效果都做得出来，哦，啊，这是一种表现方式。把一个没有的字幕、没有的歌词，我们经过这一些处理，把它做出来。但是这变成单一哈、哦，单一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个东西、哦、通常你按的做哦，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中心这东西啊再制。哎、啊，有没有办法不用再制的？当然有。哦，而且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了、啊，尤其那影片又长的话，你要重新再做那一些哦，那个包括它的影片的完成一些着色哈、哦，这些 render 哈、哦，啊，这时间为人受不了了。哦，啊，那你按照做呢，那加堆播放软体，它就提供这个功能，播放软体它就提供一个叫做字幕功能。啊，所谓字幕功能就是说。你的影片是没有这个字幕、哦、没有字幕坐在上面，你可以给他另外一个档案，比如说这个歌 这条歌的歌名叫 ABC、哦、ABC.MP3MP3、哦啊、你给他一个档案字幕档叫做什么叫 ABC.SRT、哦、比如说我们用 SRT 这个格式、哦用同样的档名、啊、不同的副档名，一个是音乐档 MP3 档、啊、一个是叫做 SRT 档，或者是你是影片、哦、是 ABC.MP4、哦、ABC.AVI、上面关不能保定播放软体，它通常它会去判断你这个、多媒体档案的格式、啊、如果它有这个字幕功能的话，通常你只要给它一样的名称、啊、一样的名称一样的档名，它在播放的时候它就会去找你这个档案、啊、多媒体档案有没有歌词档、啊、找到以后呢，它在你的播放器上面它就显示出这些歌词或者
上一个影片里头哦，它的字幕啊，就跟着上面你提供的 SRT 档的 time code 哦，这种时间序哈、哦，时间序的这种宣告，然后它就完整的把你播出来啊。所以这样做起来的话，有什么好处呢？你不需要后置啊，你马上可以看到结果。好、哦，而且呢，你这个字幕可以抽掉哦。哎，这个字幕你要换成另外一种语言，也不需要重做这个影片，你只要把这个档案换成你要的语言的档案的文字档就可以了。啊，所以讲会变啊较简单嘞。但是有一点啦，爱注意，有当时咱的电脑的速度吼，这个、声音嘛吼啊，加这个影片吼。那 MP3 卡不这问题啦吼，啊那是像这影片有当时啊声音啊啊加这影片，哎有当时啊也有一些跟不上的这种情况啊，有这种严重的这种那个的现象哈、啊，啊这个通常都是什么呢？都是你的播放能力的速度没办法达到。哎，你的要求哦，有几个解决办法。譬如说你播放的这种影音是一个很高解析度的一个影片哦，通常啊像 FHD 的 Full HD 的哈，等于能所谓的1920×1080那种2K 的，在这个之下，大部分电脑都可以应付得了，不会有那种那个的现象。啊，那是讲你电脑的速度够不紧，啊，你要求播放的又是比较高的画质，就有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的话不糟，你大概只能把影片，把这个字幕直接把它 view in 进去，哦啊，也就是说是影片的一部分了，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这种通常啊，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电脑升级了就可以处理，像我们在看 YouTube， 有当时啊，拄着买拄着就情形啊，啊，明明你的电脑你的 performance 哈、哦，就是你的性能不够好，啊，你给人看4K、8K 的影片的时阵，啊，你网路够慢，哦，啊，你就不能怪说你的电脑不好，那是你本身电脑的硬体的问题，哦，啊，加。提醒，要处理这种比较简单，只要你这种所有的像我们刚说的影片、哦、它的字幕这些我们都是分离在处理的话，虽然有时候那个显示效果不是我们要的效果、哦、跟我们要的比较精致的效果会有出入，但是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它的字幕，处理它的这个影片或者是声音档、啊、因为有这么好的播放程式、啊、我们就可以 做到、这些很简单的后置、哦、在这里啊，有人需要在你感觉说、我做出来的东西还要再经过这些后置的话、哦是不是很花时间？当然花时间，你还要去调整、哦啊、然后再去做一些输出，反正做影片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快、哦、那么简单、啊哦、那至少、如果说、很简单、时间也不会很快、啊、往往有时候要到做到1:1，甚至没有1:1 哦，哦，你要做一点钟，可能要花两个钟头。啊，我有一个这个经验的、哦、你若要做有关像这款物件哈，有影音、有字幕的东西哈、哦，有个东西很好用，嘿，三枚物件呢，你就用一般的这种有字幕的播放器，譬如说 KM Player 哈、哦，啊，当然。Tape Player 它只是播放，它没有录影功能，但是有些东西有呢，譬如说有一个叫 Format Factory、哦、就格式工厂，你可以播放啊，字幕也可以上去啊，怎么录呢？你就用什么呢？用它的所谓的转档的
功能，他、把它转过来就得到另外一个档案，你就带出来了，哦，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怎样呢？你用用咱以前听你讲的这个，咱叫做直播，哦，直播的后台软体，哦，譬如说 OBS 用来做直播，一毛钱的功能用来做录影，哦啊，通常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有的人会把录影打开，就是你直播的过程，它会产生一个录影档给你，哦，啊，你直播过程是用这种字幕的概念下去做直播的时候，哦，尤其，我们直播是透过在第三方的一个播放器，哦，直接把这个播放的结果显示在，这个 OBS 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有字幕的影片，哦，可能这样说有的人还没办法理解啦，哦，因为 OBS 可能没有用过啦，哦啊，如果说一般的这种，播放器你能够播出它的字幕的话，大概都可以录下来啦。熊拜你用啥呢？那是熊或是用直接，用这个档案处理的方式，就不需要一比一啊，啊，时间不需要一比一啊，也就是说，影片多长你要用多少的时间不用哦，通常会更短，影片一个钟头可能你需要用十五分钟就可以了哦，啊，当然这种方法的话是比较好，根据你的电脑速度，或者你的解析度的要求，可以更短，哦，这完成时间可以更短，都有可能。但是你若是在器材比较不好，比较没办法，哦，做比较高品质的要求的时候，即就一比一都做得出来。但是我刚才讲的用 OBS 呢，就一比一，然后它的解析度呢，赶快买一个屌。也可以调到相当高哦，两 K 绝对没问题啊。所以讲，即嘛，那你做字幕啊，好哈，啊，是讲要产生这种后置的档案，已经变得足简单哩。好，啊，咱即嘛来讲这手机的部分哦。手机大概无人用手机去做在后置的工作啦，哦啊，那是做买做一寡较简单的，然后差不多是剪接啦吼，上简单的动作都很简单，因为手机顶头你干那用手用你的手指然后去操控，然后啊，不像用电脑用滑鼠，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细腻的一些剪辑的动作，在手机顶头嘛也能做呢，吼，咱拄啊讲个家移动也能做，吼啊，比如讲。手机咱上接看到的吼，就是MP3 顶头的这个歌词同步。啊，像这样，咱都无需要去动用到电脑吼。其实手机顶头有真侪这个影音软体吼，那讲以 MP3 顶头的做歌词同步吼，较有名应该是叫做Music Max 哦，啊，个另外一个吼，一挂这个，和你一个 MP3 吼，你不管你是你的手机顶头哦，这个 MP3， 还是你在网络顶头哦，咱有叫做一个付费的网站，只要你把这个MP3 的档案啊，把它做连接到云端服务，哦，咱都要讲的叫做这类似的这种网站，然后它会在你播放的时候，它会根据你播放的这个歌曲，它会去找，好，因为你有一个档名嘛，或者歌名啊，哦，因为咱即嘛，这个 MP3 顶头的这个也这个info 哈，哦，对，是也资料的部分，能有这的资料，包括有的还有一些歌曲的ID 啊，哦，他会根据这个到网络上去找
歌词库、哦、有一些很多、歌词库，包括你、一些像中文啊英文啊，不管哪一国语言都有歌词库、哦啊、只要你把你的歌曲的档名他抓到以后，他会去网络上面帮你下载回来他的歌词档、哦啊、下载回来的话欸、而且那歌词档有时候、特别，因为唱歌有很多、很多歌手会去唱同样的歌、啊、他在歌词上面还可以去标注说、欸、哪一个歌星、哦、哪一个歌手，然后他的字幕有的是不一样、哦啊、最重要的地方是他的速度哦、一样的 MP3 不同样的歌手唱出来、时间不一定一样、有的三分三十秒，有的三分三十五秒、哦啊、这个怎么办呢？没关系，人的这个字幕版、哦、这个歌词版一定头都会去区分有不同的档案，它都会自动去抓、啊、抓回来后面的工作、就是交给它了，交给云端，它就很忠实的、欸、照原来的这种 tempo、哦、这种速度把你显示出来、啊、当然啦、这些东西不是很多人这样、没事情都要做呢，其实、哦、像这些软体你如果加入会员的话你还可以贡献、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歌、哦啊、没有歌词的你帮他打歌词，然后帮他做出这一个歌词同步档，然后上传回去，他会给你奖励、哦啊、那个奖励就是可以抵掉你的一些费用啊、一大堆、哦、像这些东西在手机上面非常的多，但是有一点、哦、这些东西多半都是要付费的、啊、有时候它是可以让你试用一个礼拜、哦、一个月，你要小心，有人家装了以后你不去他用时间搞过，不去他 cancel 来说、钱也叫继续收去、现在这样的 APP 都是用这个版款、来做一些、这个收费、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下礼拜再见。
Thank you.